这个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已经多次说过，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就中国的内政指手画脚。 我可以再说一遍，中国是个法治国家，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其他国家，应当尊重中国的司法独立和司法主权，不得利用任何所谓的个案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样，还有谁有关于利奥波的问题吗？一块问吧，因为这个我的回答会非常简单，省得一遍一遍的问，耽误大家的时间，好吗？还有吗？我的理解是没有人再会问关于利奥波的问题了，对吧？那么关于你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刚才我已经说了，中国是个法治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民的出入境一向依法管理。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反对任何国家、任何方面，利用所谓的个案干涉中国的内政。关于这个具体问题，你提到的这个具体问题，建议你呢向中国的主管部门去了解。我在这儿想重申的是呢，中国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我们也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但同时正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 中国政府也会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那么，中国天主教会呢，也一贯按照历史和传统，并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开展教务活动。关于你刚才所提到的问题，中方在北京和新德里都已经向印度方面提出了严正的交涉，表明了我们的严正的立场。我在这必须强调。 中方对发展中印友好关系是有诚意的，同时中方维护自身主权权益的立场也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希望印度方面能够相向而行，迅速采取正确的措施，将非法跃入中国境内的人员撤回边界线印度一侧。 我相信。 印度的民众十分清楚，长期以来呢，中国政府从中印友好关系的大局出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印度官方相克赴西藏朝圣呢提供了必要的便利。但是，近日印度边防人员在中印边界西京段越过边界进入中方境内，采取了一些阻挠活动，这个呢。 中方已经采取了必要的紧急的应对措施，同时，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不得不暂缓安排印度官方香客团经过中印边界西京段乃德拉山口入藏朝圣。我们也通过外交渠道已经把这个告诉了印度官方、印度政府。那么，至于你问到的下一步的安排，这当然是需要印度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能够缓解这个由于当前情势造成的。 安全因素。